众所周知，这个新冠病毒它传播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，而且是在空气中可以停留。像咱们大概使用这个酒精呢，它就没有办法在空气中使用，而且像八四消毒液呢，它是每天要定期喷洒，它这喷洒之间会存在一些空窗期。大家好，我叫丁春丽，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从事研发工程师行业，现在主要从事的是二氧化氯缓释技术。这二氧化氯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杀菌效果。我们研究的这款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呢，可以合理的控制释放浓度在0.1 ppm。我们用那个香蕉呢做过一个10天的放置实验，然后一个是未放置凝胶，一个是放置凝胶的。然后未放置凝胶呢，它在10天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酶化的现象，放置凝胶的呢在10天后呢依然可以保持一个新鲜的状态。就是我们的凝胶呢，它是有一个二氧化氯成分，这个成分呢可以杀死像细菌啊、霉菌一类这些细菌物质。最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空气凝胶，放在这车里边就能管1-2个月，消毒问题解决了，异味呢也减少了不少。现在用了这个空气凝胶以后呀，我冰箱里边放的水果都有1个多星期了吧，还是挺新鲜的。